Hello， 今天来玩这个鲨鱼模组、哦、我们看一下。哇哦，这个鲨鱼太真了吧！边咬边摆头。所以它是可以标注这个鱼类啊，是什么东西？那为什么它嘴巴这边有一块是什么？我不太清楚这一块是什么粘在嘴巴上面呢、啊？哇哦！等，它好难控制啊！哎，它到陆地上啊！哇，这样也可以啊！它怎么放开？哦，把它打走哇！啊，那个氧气快没了，快回到海里面。哦 ，OK， 氧气快没会怎么样啊？而且它回到水里面，它不会再增加了，它会一直减少。然后这个视角不太好控制哦。这个我还先吃小鱼。好暴力哦！哎呦，有船！我们游过去，游过去，过头了，那是超难摆头的，好不好？它飞起来，我先瞄准船，船，等下回头 ，OK， 把这只鱼把它干掉，好，船，那就是把它顶走而已吗？没了，马上就坏掉了是吧 ？OK， 大家这边还有杀人鲸哦，杀人鲸超大只啊！你看啊，吃东西也是这样子。OK， 等下这水也太浅了吧 ？Oh my god！ 模组超酷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一个平台是吧？战鲸已经有到这么浅的地方吗？小海鲨我来了，海鲨，算了，好浅哦这个。等我一下，所以它氧气没了会怎样啊？好像不太好。我想办法回去，肚子太大了。让我回去，快！啊，氧气没了，它就垮掉。这是什么？鲍鱼吃掉。来咬游客啊！不要跑！啊！我发现这个杀人鲸很难控制哎，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面的时候，它冲太快了。我觉得这个又要挂了，它回不去了啊！好，来换这个小海豚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快啊，它速度好快哦、啊。然后它一样可以吃人，船抢啊，来追一下它，来，不要走嘛，然后游快一点，来，哇！还可以表演了，怎样？这开加速了吧？这个，他加速长这样啊！坏臀臀，他居然把人吃了 ！Oh no！ 把人吐出来啊！这个把吐看，咬，哇！那连吐都吃掉了，这样不行啊！排尾巴，
来这个，再试试看。有，哦，肚子也不够大啊。啊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吃，拍剁，拍剁。OK， 再一次。哇！好啊，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再见，拜拜。